你不是制造了很多小妖怪吗？那些家伙就留给这个星球的其他部族去消化吧。话说你们能飞上去吗？我是坦克，你见过坦克飞吗？没见过。我居然跟你这种恶魔废话。我靠，神仙打架呀、女王号请接控战场。你看看，如果我带那些小妖怪来，岂不是被你一招就收掉了？该死，雷霆能量冲击已经伤不了你。我该怎么别飞那么快啊。麻烦大了，逃脱已经紧紧为身体。啊，那能不能打死？你一定要控制住他，不让他出击。明白。苏醒！苏醒！苏！女王，阁下了什么能力？好像可以压制我对暗能量的使用。技术分析需要点时间，坚持一下。我使不上劲了。超级战士对自身物能力的使用很勉强，能理解。我怎么才能打到他呀、我他妈也想飞啊！我压太远，难看死他。之力可能已经破译了终极恐惧，小规模的颠覆暗转化恒定理论。如果是这样，阁下论极可能成为最高级的神。最高级的神可不是二十几年就能长出来的。我先削了他。小伦注意防御。靠我利用不上。幸好阁下轮还没有给武器注入神力，女王，请求破解权限。试试。我操！阿托，阁下轮武器权限已经打开，只能维持一分钟，你抓紧时间。一分钟，够了。真是无坚不摧啊。验办妥了吗？
他才是 boss。 哼，燕，你也不行了吗？你屠杀我一千多个战友，杀我兄弟，你废我全团，你毁灭我的家园。其中一个叫雷怒的恶魔被我一剑劈成两半，还有一个谁来着，和你最亲近的那个被我踩在脚下，还在喊阿图阿图，救救我。现在谁被谁踩在脚下？有意义吗？昨天我踩他，今天你踩我，明天又有别人来踩你。当然有意义，因为天使已经完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？我是一个纯纯粹的战士，而我将永生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不能跟我扯什么永生。我没见过永生的战士，你也不会是。知心，好吗？燕，你怎么了？即将谢幕而已。燕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早晚的事情，我们就是恐怖之国，不是吗？但是啊，也不愿意，这还不是吗？对了，地球有一个战士叫赵鑫，如果……大概他的基因锁，他会有万年寿命。他是所有星系的男神中最勇敢的战士。他不像小鹿一样有坚不可摧的身体，却赴汤蹈火冲在最前面。他很逗，他应该得到爱的庇护。你可以试着阅读他的信息。我读到凯莎女王的留言，她许诺将我赐给赵鑫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宣读誓言吗？我愿意成为赵信的守护天使，爱他所爱，思他所思，对他承担伤痛，度过苦难，无论贫寒和富贵，无论卑贱或高贵，无论身处乱世还是神所不顾，我将为他拔剑而战，为他竖起翅膀，不离不弃，直至永远。去吧，知心，就只有他配得上你，他注定属于你。如果今天不属于，一万年后他只有你。去吧。我吗？即将谢幕，现在只能胡乱选一个了。胡乱选一个。是纯粹的战士，你们为爱而战，不像趴在边上的这个地球人，莫名其妙被骗到这地方，像个傻瓜一样被插在地上。女王，我不知道要怎样分辨燕是否真的被摧毁，生命迹象已经没有了，
但是我感受不到那种尸体的绝望。你生了什么？神之躯，先打些八块。分管在八个星系，我相信你也够了。你是要准备赴死吗？是，雷娜。雷娜，不，我是你的死神，毁灭者。你要干嘛？会把这块土地炸飞，但也能把你融化。在这附近还有好多居民，地球人。那又怎样？我是神，我可以决定你和他们之间的结果。别！停下！太阳已经升起，再也守不住了。莫甘娜成功了，他创造了我，毁灭一切的邪神。对不起，小伦，我回不去了。